可是其实他就是伤害你完了，可是他去过更好的生活，然后可是你还一直留在原地，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害怕感情失败或什么的，因为你跟他不配或是不搭，那就不要了，你们可以找到更好的人跟你们一起这样子，对，所以不要再难过在你们上一段的不好的恋情当中。啊 OK， 你们是什么？什么没